泡了一个晚上，可以开始发豆芽了。找个阴凉的地方放一下，家人们，降温了，降温了，大家要多穿点衣服，注意保暖啊！你看我今天都穿两件衣服了，穿长袖，啊，这样穿着暖和一点，嘿嘿。哎，我这个头发长得有点快啊，有一个多月没剪头发了，这感觉太长了啊，我去剪个头发，剪短一点，看着会精神一点啊。先洗个头，哎，我的头发有点卷的，要不我剪短一点啊？可以啊。哎，哎呀，头发剪好了，是不是看上去精神一点，清爽多了？嗯，回家了，等下吹着一看，咦，怎么变了一个人？今天这个理发师给我理得特别的仔细啊，嗯，弄得挺好的，很满意，比我前几次啊看上去舒服多了。差不多快到做饭的时间了，我到菜场去啊买点菜，看有些什么菜买呢。要是有小河虾买的话就好了，买点小河虾，好久没吃小河虾了。老板，称一下。哎，好，小河虾买来了，这么点小河虾，70块，蛮贵的啊、哦。我看到阿波回来了，我雨伞撑得特别鲜艳，还跟我打招呼的。你这里得我的、啊？对啊，我看到你了，这么嘚瑟，跟我打招呼。给你买了这个。买了什么？小河虾。小河虾。嗯，头发剪了，帅气多。哈、当然刚想说，哪来的帅哥？就应该这样短一点，经常要去剪剪。这样不错的啊。嗯，要是把那个肥稍微剪下来，那就更帅了。不是在剪着的吗？这也太不明显了。看我，过段时间就好了啊。下来剪下来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个发的豆芽是不是能吃了？好几天了喂，等一下我开进去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先放在厨房啊。好，看一看啊。哇，都长这么高了，把这个东西都给垫上来了。对啊，给它拿到上面去看一下啊。哇塞，哇，看来发的不错哎。不错的啊。哇塞，蛮漂亮的。我感觉我们豆放太多了。是有点多啊。对啊，这次我们没什么经验，其实少放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啊。对啊，下次我们就有经验了吗？好，蛮好看的，你看啊。哇，下面这么多，嘻嘻，那应该挺好的，嗯，应该可以吃了喂。晚上我们就吃这个。好，青草豆芽。青草豆芽，好，放点肉嘛。你这素炒算了，不要放肉。好，可以的。我发现我弄的没有妈妈弄的好。妈妈好像放在沙里面发的啊。我们没有，我们这个就稍微细一点而已嘛。对，有点细啊。还可以的，第一次发还算成功的我们。你看下面。这些下面要不要剪掉的？下面能不能吃的？下面不要的吧。那就先拿出来吧。弄上面的啊。哎呦，蛮难拔的嘞。不要弄断了。就这么想，这么难弄。哇，这么长的。哦，下面好。刚才还说很细，你看都在下面，下面很粗的啊。哎，这个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可以的。刚才还在想，这够不够一碗哦？下次有经验了，这个豆啊不要放太多。对，我们放太多了。然后平铺下去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对，它下面往下面也好的，你看这个，这不就是下面拉上来的吗？
关键这一节很长啊。对，这节就可以了，炒起来就好吃了。差不多就这些了，来，就这些。蛮多了。蛮多了。炒起来不知道多少。嗯，炒起来肯定比这少。一盘有的。就这些有点浪费了。对。我感觉我当时用的这个东西啊，它小了一点。豆太多了，然后它就不知道往哪里对生长了。嗯，你看看这些，这么一点点，它都没怎么发起来啊、哦。嗯，那这些就算了吧。算了。啊。这些。积微，下次积累经验。从外面切好。有的窄的。你直接拿多一点嘛。嗯。直接这样弄弄掉不是？肯定好吃，好长、啊。嗯，很下饭的这个。真的、啊。嗯，葱后面有没有放多？放多了一点点。酸酸的更好吃嘛。嗯，对。嗯，真不错、啊。过几天我再弄点下去。可以啊，你喜欢吃我们再弄点，这次那个豆放少一点。嗯。我还以为炒出来就一点点了，还好有一盆呢。够吃就好。对。你这个下下去吃，这么多，哎呀，我头发是不是很乱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要不也没事。告诉我一下，吃饭也不要紧的。嗯，一点形象都没有。吃饱再说。嗯，我这冬瓜是不是，没怎么弄好？他冬瓜的问题。还好你没说是我的厨艺问题。有些冬瓜就是煮不大烂的。嗯。嗯。饭少吃点，菜多吃点。嗯。这你不能指望我一个人呐，我怎么能吃这么多？我吃的呀，你再吃吗？嗯。感觉现在虾，这小河虾也变大了。嗯。肉挺多了。嗯，多吃点。嗯。